这边好像很多游客都是中国人。照相，我也在这边自拍一张。身后啊，这就是柏林的一个博物馆，在博物馆岛上。我现在还有30分钟时间来参观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真棒啊！昨天为什么没来呢？昨天我一直在西柏林逛，因为东柏林的景这个城市建得太不好了，但是我忽略它的景点啊，老建筑的东柏林。